燃番剧场燃番了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联合出品的有声剧《我绑架了时间线》，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，作者一刀斩斩斩，由尹轩剧社倾情制作，欢迎订阅。第530集。那你还愿意跟我走？风气愕然。至少你的实力比我强，跟你在一起更安全些。你就不怕我害你？早就考虑过了，我觉得你跟我在一起肯定有所图谋，但仔细想来，我根本不需要担心什么。你完全有实力掠夺我现有的一切，想要杀我也不难，见面时只需要让吸盘出手即可，我连反抗都做不到，所以我还有什么可以担心的？哎呀，好家伙，老迷一如既往的狡诈，刚接触就已经想好了要抱你的大腿利用你了。你想利用老迷，殊不知老迷早就看通透了。不愧是他，失去了记忆还是这么优秀。望着满脸笑容的老迷，风起恍惚间看到了那个运筹帷幄的迷雾之主。哼，真有你的，这还是我第一次在未来梦境被别人利用。话音落下，风清扭头就往平原的方向走去了。未来梦境又是什么意思？迷雾之主在这时跟上，好奇地询问道。懒得解释，自己理解。风清头也不回地回应道。字面理解，未来世界的梦境？你是说这个世界只是一个梦境？不对，这里的一切都无比真实，怎么可能是梦境？看了眼身边滔滔不绝的迷雾之主，风气的心中无奈。这个陪玩差评。继续前进了一段路程之后，风气与迷雾之主踏入了平原区域。没有了茂密的绿植遮挡，平原区域的风很大，白色的花海在风中摇曳，如波浪般荡起一圈圈的涟漪，漫天的白色花瓣在空中飘荡，视线投向前方，能够清晰地看到不同的领域生物在平原上游走。这里的领域生物明显比城市废墟区域来得强，但是视线中并没有群居的领域生物，普遍分得很散，还能看到有的领域生物正在狩猎追赶草原上的其他领域生物。继续前进，沿途但凡有拦路的领域生物出现了，风气都会毫不犹豫地将其给击杀，摄取血脉进化点。一路走去，又获得了三个崭新的天赋能力，但是这三个能力不贴合他的战斗风格，风气打算回到现实之后就将其给分解了。这期间迷雾之主几次想要出手，但是都被他拦下了。老迷对于实力提升的渴望他能够理解，身处环境恶劣的未来世界，随时都可能成为恐怖生物的猎物，实力是活下去的根本，但相比较老迷，他觉得自身实力的提升显得更为重要。如果猎物给了老迷，他就没法再提升实力了，但是他也会给老迷留一口汤喝的。杀死猎物后，猎物体内的符文晶石对他而言毫无用处，都归老迷吸收使用了。对此迷雾之主也是十分的满意，用旁白的话来说啊，这条未来梦境线老迷算是玩明白了，已经完全将它当成了成长路上的代练。上一条时间线欠的债，在这条未来梦境线以这种方式缓慢的偿还。继续走了一段路程之后，他们终于走出了平原区域，来到了虚幻城市的前方。来到平原的尽头，若虚若实的辉煌建筑群呈现在风起与迷雾之主的眼前，空中随风摇曳的灯笼水母将这座城市照得灯火通明。视线向前是繁华的建筑群，前方是一条由玉石铺筑的道路，泛着柔和的玉色光芒，街道两侧建筑风格与古代中式建筑有些相似，有红砖绿瓦或是华丽的楼阁飞檐，整座城市在虚实之间不断来回的转换，给这座城市增添了几分朦胧和诗意。可令风起感到惊讶的是，这座城市内竟然没有任何活物的身影，
繁华的表象下像是一座死城。我觉得还是不要进去了，这座城市太过诡异了。迷雾之主在这时郑重出声警告道，有情况就紧急撤离，先进去瞧瞧。探查情报在风奇的眼中始终是重要环节，这座虚幻城市内或许就有他想要的东西呢。没有犹豫，他当即踏上了虚幻城市的虚幻台阶。迷雾之主面露无奈，心中暗骂，什么浪逼，却还是跟着踏上了玉石台阶。刹那间，眼前的城市发生了波动，就像是一张透明的薄膜在眼前撕去了，眼前的虚幻场景瞬间变得真实，无数的身影在眼前浮现。玉石街道两侧摆满了摊位，嘈杂喧闹声凭空乍现。与刚才看到的繁华空城相比，虚幻城市忽然变得真实且生机勃勃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刚才你所看到的虚幻城市只是一座空间投影坐标，就像是一座空间传送阵。当你踏上了玉石台阶，实际上就是进入了传送阵，被送来了这座真正的城市。听了旁白的解释，风奇的心中恍然。除此之外，风奇发现自己体内的气血正在缓慢的流逝，肉眼近乎不可见的淡淡气血从骨骼中溢出，融入了脚下的玉石街道中。这里不对劲，我体内的气血不受控制的在缓慢流逝。迷雾之主在这时谨慎地开口道，别慌，再看看，然后再决定是回去还是留下。风奇当即回应道，抬头扫视前方，风奇发现游走在街道上的领域族群种类繁多，有身高3米脑袋像犀牛的人形领域生物，也有身高不足1米身穿华丽衣裳的领域生物，还有许多形似外星人的领域生物。各个族群之间在这座城市之内竟然和睦相处，没有发生任何矛盾。就在风奇惊讶于眼前的场景之际，一行行的文字凭空浮现在他的视线之中。这些文字他完全看不懂，但是文字扭曲间竟然逐渐变成了他能够理解的汉字。此时迷雾之主的情况也与风奇相同，眼前浮现扭曲的文字最终变化为他能够理解阅读的迷雾族文字。只见上面写着，幽影城城规一，城内不得发生任何战斗，违者死。二，城内每停留76秒扣除部分气血值作为停留费用，直至死亡。三，城内所有交易自由，幽影城提供全方位语言文字自动辅助翻译功能。四，城内禁止使用破坏性能力，如若破坏城内建筑设施，违者死。五，城内将在49小时后清退所有旅行者，并在下一次开启时随机投影空间坐标，邀请旅者前来。六，城内不得掠夺偷窃他人资源，违者死。通过文字介绍，风奇了解到这座城市的名字叫做幽影城，具体来历不清楚，但似乎是一座交易城市，用于各个族群之间进行资源与物品的交易，并且城内规定了不得杀戮，就证明这座城市背后肯定站着一支实力极强的势力，毕竟没有谁会去遵守弱者制定的规矩。这座特殊城市令风奇感到十分的新奇，觉得或许能在这座城市内交流到许多关于未来世界的情报。原本犹豫是否离开的他顿时不想走了，这时旁白的声音在他脑海中响起，哎，这是个好地方，赶紧搞情报，这里肯定有许多分布于世界各个区域的领域族群，他们肯定知晓许多关于未来世界的情报。我觉得我们还是走吧，如果在这里待太久，说不定我们会被抽干体内气血，怎么死都不知道，就如同温水煮青蛙。身边的迷雾之主在这时开口道，说着伸手指向了躺在路边奄奄一息的身影，这道身影依靠在路边的一角，眼神暗淡无光，浑身皮包骨头，显然是被抽干了体内的气血，但是现在即使想离去也已经没有体力展开行动了。抽点血而已，
多大点事儿？继续瞧瞧。没有再理会谨慎过头的迷雾之主，风起踏着玉石路面往街道的深处走去。沿途两侧街道上摆满了各种稀奇古怪的资源物品，有形似珊瑚的紫色灵材，有某种领域生物的身体部件器官，有极品的灵矿灵石，空气中弥漫着草药香味与各种复杂的混合味道。在灯笼水母的光源照射下，摆放在街道两侧的交易物品表面上笼罩上了一层朦胧的微光。